处理完最后这几株玫瑰，所有的花就一再完成了。等我这么久累不累？你可以先到回廊下面休息一下。你想留下来陪我，我当然不会拒绝了。抱歉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头发有点挡住视线，我的手上又沾了泥土，不太方便。你帮我撩一下就好。还有另一边。我的头发很软很滑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。我不觉得是洗发精的关系，应该是天生的。对了，可以的话能再帮我擦一下汗吗？发丝粘在脸上不太舒服。有劳你了。你的脸很红，是因为等我的时间太长被晒到了吗？那我等等要好好道歉才可以。就准备你最喜欢的红茶和甜点吧。烫到没有？别用手碰碎片。割到了，给我看看。还好伤口不深，也没有被烫伤。不要舔伤口，我来帮你处理。伤口清洁好了，接下来要用酒精消毒一下。我会尽量轻一点的，不过应该还是会有点痛。不是小孩子，没那么脆弱。怎么好像反过来被你安慰了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也不紧张。那我要开始了。痛吗？不痛就好。现在再贴上 OK 绷。好了。那个杯子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如果你一定要补偿的话，就等你伤口好了之后，我们再一起去陶艺馆做几个杯子吧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你要快点养好伤口，我很期待。